我去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觉得吧，你今天这个发型不太帅了。你有病啊！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咱今天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去见许多城。我见他有什么可穿，什么不穿什么的。要不这样，那，你别动，你看着我。 没有啊，这妈啊，你这找什么呢？我前一阵不是看你这儿放了瓶维生素吗？我想吃几片呢。那个维生素我给吃完了。吃完了？我前两天不是刚给你买了瓶新的吗？那瓶新的我给可亲了，他说他也想买维生生素，我就顺手把我的给他了。哦，行，那我再给你买。嗯，你说你这起床啊，能不能先把这被子整一整啊，叠好，乱七八糟的，哪像个女孩子？ 以后房间我自己打扫就行了，你不用帮我收拾了。哎，你自己收拾还不够你乱的呢。我这个呀，叫做乱中有序。你每次帮我收拾完屋子以后，我那东西都找不着了。还乱中有序？有什么可找不？有秘密？我能有啥秘密啊？我有秘密，我能不跟你说呀？ 就是你敢不跟我说？那个，我爸买了西瓜在冰箱里呢，你去多吃点水果，这样也能补充维生素啊。行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又嫌我唠叨对吧？这样不行，迟早会被发现的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喂，嗯，彩云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到啊。嘿。 干嘛？昨晚是被我熬夜了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别熬夜工作，影响健康。嗯，歇会儿神儿，快。喂，佳怡姐，江南从家出来了。跟着他，我现在过来。哎，瑞哥。 嗯，问你点事儿，帮我分析分析。你说，我一个朋友的女朋友跟他对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这许多城和展之霖在一块了，没在一起，就是他总是……我都说是我朋友，你有朋友吗？你哪个朋友我不认识啊？怎么没有？竹林峰不是？你不说我都快忘了这个人了。我跟你说啊。 这女人呢，就是一株娇花，必须要用心浇灌，如沐春风。你现在要做的呢，就是一鼓作气，主动出击。为什么要我主动？我跟你讲啊，老蒋，展之霖那小子撩妹可比你强多了。<笑>你又没见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是是是，嘴硬啊，嘴硬，继续硬着。 前面右转，先去趟有福路。哦，哎，有福路，那不琴行吗？可以啊，老蒋，你是不是开窍了啊？是不是想第一时间把新官拿给许多城听？但是我跟着去不太合适吧？当地能碰你瑞哥不太擅长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以后我说的话呢，你都得听，你知道吗？我虽然叨叨，但是我叨叨的都在理上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 谢谢你过来看我，我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哎，刚听你弹了一段，还不错。你还偷听我上课呀？什么叫偷听啊？作为琴行老板，只是微服私访，观察一下员工有没有在认真工作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去那边坐一下。 我这腿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疼一下。慢点，慢点，小心一点。哎，你干嘛？别动。疼吗？我去，这怎么回事？ 怎么了？
我觉得吧，你今天这个发型不太帅了。你有病啊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咱今天这身衣服啊，不太适合去见许多成。我见他有什么可穿，什么不穿什么的。要不这样，那，你别动，你看着我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今天咱们这车特别脏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先去洗下车。处女座，你得理解我一下，咱们体面人是不是？洗什么车呀？这都到门口了。别说话，面子重要，洗个车再回来。走，带你去找隋医生。不用了，我真的感觉好多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放我下来！我上周才看过医生。你要是想多活两年，从现在开始都得听我的。没事，隋医生，您说吧。你现在已经到了发病的阶段。会出现四肢、躯干的肌肉乏力，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肌肉萎缩了。那隋医生，我能弹琴的时间还有多少？这个事儿啊，还得通过一些辅助的检查才能够判断。只要积极接受治疗，还是可以延缓的。其实我是想问，我还有多长的时间？一般来说是3到5年，但是呢，患者情况不一样，如果控制得好，也可以达到10几年。抱歉。没事儿，其实我都知道，我就是想确认一下，没准儿我能多活几年呢。江南，你是来找许多成的吧？他在吗？他给我问了。这位先生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哎呦，眼睛有点干吧。哎，这人找不着，不在，咱走吧。谢谢啊。哦。先送我去我妈那儿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这里就是上次直播展之灵跟许多成的琴行吗？你进去看看。好。老方，你继续跟着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不回你微信，你就不会主动联系我。主动找你，你又关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收拾谁啊？谁关机我收拾谁。哦。没事，我有充电宝。说，佳怡姐，原来许多成在这家琴行当老师教钢琴课，他还会教钢琴。还有，这家琴行的老板是展之林。店员说许多成身体不舒服，展之林陪许多成去医院了。医院？那还不赶紧派人跟着？多好的机会啊！知道了，我这就安排。你是怎么发现这儿的呀？托臂腕解散了之后，我爸给我安排工作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会来医院，所以当不开心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走走。没有想到你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啊。怎么？难道我看上去没有烦恼？喊吧。感觉舒服多了，该你了。我又没有。真的吗？我才不信呢。